哎，你们班上有没有那个被霸凌的？嗯，怎么了吗？打电话叫他过来，我们要射他。然后就不会喷汁嘞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雨。大家好，我是凯洛。今天呢，上次凯洛，你记得我有一部就是枪开箱的影片吗？啊，有印象，有印象。对，我根本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你没在看我影片，我都没看你的频道。没错，今天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也是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。对，上次的话，我是稍微就是开箱了，就是阿汉借我的那个枪，以及小小介绍了一下，然后介绍一些规则之类的，这样。对对对对。嗯。今天呢，我们一样邀请到了阿汉，po影片的阿汉。没有啦，是阿汉，是po影片的阿汉。阿汉po影片。然后今天阿汉带了两把枪来借我开一枪，有一把是上次也是这一把，上次这把416的 HK416。那今天这一把是这把，它原本名称叫做 CQBK， 然后到 CQBK 到美军手中就变成。美军就把它命名为 NK18 NK18 所以这一把就是 NK18 嗯，对，买 NK18 NK18 跟 S16 这样 HK416 哦，那等一下可能就请你稍微就介绍一下，就是两把差异在哪里啊？然后我们今天最主要其实我们要做一项实验，对，那实验什么我们等一下就会揭晓这样。 OK， 那你先稍微介绍一下 HK416， 它的原本名称是要叫 HKM4，然后它是采用 HKG3 的气动设计，然后再加上 N4 的外貌。然后当时他们原本要用那个名称，就是因为 N 开头是卡宾公司他们的特殊专利，所以他们最后定名才会变成 HK416。然后有很多游戏会把这把枪说成是 N416，因为也是版权的关系。所以叫它 N416 也没有错，游戏讲是没有错，但是知道的人会稍微纠正一下。了解了解。超帅，而且它是跟真枪一样的重量。他有跟我讲过，他说他们这种都是仿是真枪一样的重量。就生存游戏，平常生存游戏的时候，你们这一把好像不推，对不对？不会吧？本身的话还好吧。还好，很长吗？要去看每个人的使用习惯，看习惯。了解了解。所以你都会拿这把去打吗？还是还好？我是会轮流打，轮流打。那你会拿双把去打吗？应该没有了。下场只会带一把，我可能两把会带去下场那一把。一般副枪都是带小枪，小枪而已，对不对？很少人带，不会有人带步枪。那另外这一把呢？这把是原本美国它是设计在近距离作战，就 CQB 作战，简称叫 CQB 作战。然后实验完之后交到美军就把它改名叫 NK 十八系列。NK 十八这样。然后 NK 十八它有很多种，然后每种型号它的形状会都不一样。不一样的。了解了解。然后这把事实上原本的枪的话，它的枪管还会再更短一些。因为适合近距离移动，了解所以这把是近距离的，这样对，算是城市作战在用。好，了解。好，那我大概介绍了一下以后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干正事了。来，凯洛，好，来三二一，好，我们换好衣服了。对，来，铁博士啊，铁博士，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次的实验单元，没错，又来到我们的黑科技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黑科技呢？其实我们今天上次的话，我就射钉钉。就是那个钉手胸，怪怪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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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台北的未来在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邀请到了五个试验人员。好，就是以上这五位啊，分别有我们的平小姐，还有胖 Apple， 他就是之前跟 Pico 太郎合作的那一位，对。然后还有木瓜上。然后跟西穿什么衣服？然后我们节目不用穿衣服。看，还有西奖啊，西奖，你看他屁股。是哈太郎吗？哈太郎，有个哈味的哈太郎。对，哈太郎，对，就以上这五位。那我们等一下测试一下，就是 HK416跟 NK18，就这两把步枪的威力如何？好，那我们实验开始。我现在就冲进那个便利商店，然后这样。接下来的话。我们就要射我们的高频来的平小姐，对，她已经在远方了。好，我们先让凯洛先，上次我射过，今天换凯洛先。然后在这边要跟各位讲，不要模仿，对，危险。铁博士，你好了吗？好了，是不是？还没。来，take it。
来，三二一，哦，我看到你射到后面了，没射到，一样没中，再来，但你好废啊！我觉得是这个苹果躲太快了。他在刚刚那一瞬间有吗？有射到吗？没有吧？对啊。为什么？我刚刚坑到你就是往下面打。好，铁博士，这边这边，你刚刚都打到这边，椅子坏了。椅子被打坏了。爽啊！接下来坏的就不是只有椅子了。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来，没中。哦，中了。我中了。干，中中、欸。我刚刚是。要瞄很上面，我这三个已经超过苹果了。枪放下，保险关起来。来看一下。哦，这切进去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种水果，好，一样用 HKC16。来来，帮我带。哎、欸，凯洛，好害羞、哦。好，各位换我。干，我有学过的，我先试一下。有个，有交到，交到，我打上瘾了，凯洛，你这个废物！哎，干，你也是射了很多发财射中。没有，我刚刚全部都在射在苹果上。哎，我厉不厉害？干，超好玩的。我刚刚发现了苹果的位置以后，我就狂射它，我把它射烂了。哇！射他歪头了，我射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屌爆了，屌爆了！好，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我们换第二种水果，木瓜的话就比较简单，范围比较大嘛。好，接下来木瓜，然后这边先跟哥哥讲，这种水果都会小。这样，我先好了，我们换一把枪，我们换那个 MK18， 对不对？是的 ，MK18。哎、欸，通这两把来讲的话，威力是哪一把比较大？应该一样吧？一样吗？玩具枪的话都是一样大，差不多。来、哦，三二一。miss， 好掉了。我，他快被我射死了。哦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！哇塞，弹子爆开来，好爽。然后这一发是我插到，我后来就调位置，我往下调。对，不错。我要把它打出，你要把密集恐惧，你要把它打成一半，来给你。换我们的铁博士，那你这样看一下，你觉得我和凯洛谁射的比较准？黑羽吧，哎呦，来，铁博士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有中吗？没中，没中，打到一只，差一点，再来，再来，有中吗？没有，打到一只，有了，有了，在上面一点，在上面一点，对，连发连发，好好，可以了，快死掉了，那个铁博士。跟我射的那个洞一样，就是我们这个洞至少射了两三次。好了 ，OK， 哇，椅子是被打坏，给你们看，椅子被打爆了，刚才都是凯罗打的，厉害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用凤梨，凤梨来，然后我们就立了一把枪好了，我就用那个 HK16， 那我拿叉叉玩 ，MK18， 来上，好，凯罗，让我看看你的射准度好不好？你会不会射？不会。快点，凯洛，我要进去喽！开始喽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有紧张，等下又跳秒射了。三二一，哇！哎呀，一秒中了！有有有有！啊！我看到他喷汁了。你看，凯洛都把他射一出来了。哦，这一区都被你打掉嘞。嗯，打集中度还蛮高的。好，换我，换我。看看我的 HK416 厉害，哎呦，有中？没有。哦，哦，喷汁喷汁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这块 ，Oh my god！ 我们换哈密瓜，香。我们下一位，第四位哈密瓜。嘿，你们班上有没有那个被霸凌的？嗯，怎么了吗？打电话叫他过来，我们要射他。当然就不会喷汁嘞。换浅博士，好，浅博士，秀，开始射击，有了，有了，哦，喷汁了，喷汁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连发，连发，哦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
哦，看上保险，上保险，酷，死狗一，好，不要去前面看，我这里都看了1200处。哇，看我，看我，你看，我画了一个笑脸，他们对你们笑。两把威力其实差不多哎，先单发，我先来试一下哈。戴眼镜，戴眼镜。哦，对，好，来帮我戴。干虾，中喽。凯洛，我要射他上面那个地。哦，射不到，算了。好，他死定了。好了。嗯，可以吃了。哦，有哎，他整个爆掉了。有吗？有啦，有啦，还不错哈。来，我们最后一个压轴，吃一瓜。好，我先。好，你先。干老子要把他射爆！干老子要把他射爆！把他射到他都出血。Go！ 哎，干出血！哎，你刚刚射什么？哦，凯洛，你看，哇，这喷汁哎！凯洛，凯洛，好爽哦！这打击感，这打击感好爽哦！啊，凯洛压轴，铁博士，我先射单发的，来。哦，中，好好好，换这个，好好好，干吐了，没有，他被射爆了，来，观众上客厅都是西瓜汁，拜拜，哎，在流了，好爽啊，天哪，太夸张了，全部都打在同一个位置的关系，我靠，没有，你空了，我们全部打同一个位置。哦，我们把它打爆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测验结果是，瓦斯枪跟电枪其实射起来差不多，对，然后其实两边差异，对，两边差异是在说，一个在主动上面比较简便，另外一个的话是你比较想还原真枪的操作感的话，就那种射击扳机那些的话，那是不是玩瓦斯枪？瓦斯枪对，可是射击的威力其实是差不多的。了解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黑科技啊，实验大成功，对，我们。完美的测试说，哎，电枪是可以把就是这五种水果全部打爆的，打爆。对，可能没办法穿，我发现应该都没办法射穿它，没办法穿。可是苹果的话可以把它射爆，对。然后西瓜的话，我蛮犹豫，西瓜会是最一点。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射穿了，我们只要拿很多弹夹，同一个点，同一个点一直射，应该是可以射穿的，很爽打，而且西瓜打击感很棒。大家来玩生存游戏啊！好了。好了，哦，好吧，感觉很痛，感觉很痛，对。好，那一样，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如果突破3000按赞之后，我们就会再拍其他部有关枪类型的实验或者是开箱，对，没错，对，非常感谢阿汉今天带来两把步枪来接我玩，这样，对，有学到了，在这边切记啊，危险动作请勿。模仿对，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的订阅喜欢，那可以追踪我们的 FB， 按照我们的粉丝，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， 没错，我们下面见，拜拜。拜拜。